为什么要做这种观想？因为临命中做观想很重要，就是包括他在临命中，他都是护持三宝，他以此善念就可以往生净土。这个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的，师父要的是你们要保持这种正念。我到临命中，我钱都是要给三宝，我的财产不管车子什么都要奉献给三宝，啊，要有这种正念，那这个不得了。为什么要不管你多或者是少，你就是要提起这种正念，我要做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共结十方缘，我就是不给啊这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家孙，这个不给他们。哎，你有这种难能可贵的，到一直到你命中都是一直支持你这个善念，我就是要布施给十方僧，布施给三宝，就凭你这个善念一直坚持，我告诉你要堕恶道都很难，只是跟你讲良心话的，要堕恶道都很难，一直善念强烈的一直支持你。因为为什么无我，没有私心，护持正法底下啊，那么以其属另一道啊，所以既已形成固定的生命形态，所以亦由此模式转换另外一个模式啊，殊属不易，超过49天就很难超度，所以应该在顽固的49天内积极的做种种的功德。但是这个是亡羊补牢的做法，若以正本清源，如果你要抓到根本，那就实在是应该平常就要早做准备，平常就要早做准备，有精勤不懈，行善布施，布施，不能等到临命中再来做，临命中子孙做了100万，你只能做得1/7，1/7的功德，地藏经讲的，那你为什么等到临命中啊？末世啊，往生后由子孙代做，末世就是不要等待。不要等待往生以后啊，再由子孙来代做，所得的利益啊相去甚远，所得的利益啊差距太大了。有的人真的是很荡生，真的那种习惯了、啊、要布施很难，很难啊。为什么？因为他勤俭习惯了、啊、享受自己习惯了、啊、一下子要把钱、啊、拿出来啊，像割肉一样的、啊、割他的肉，割他的肉，这佛啊，这经典《法纪辟易经》里面呢，就有这样讲，就是奴才，他赚钱，他不是赚钱，他是给钱赚，他做钱的奴隶奴才，他没有办法主宰这个金钱，他喜欢自己享受，他要布施就是要他的命，布施就是这样，你要他拿一点钱。他要讲出好多好多的理由，他呀生活怎么样，借着好多的理由来搪塞，布施不出来。有的就是这种个性，那佛陀告诉我们，你小心，这个是恶鬼道的迹象，悭贪恶鬼道的迹象就显露出来了。我们不一定要全部都布施，也留一些生活应该的，可是随缘随喜的做，不能等到死的才做，随缘随喜的做。那印经典3本也好，5本也好，1000块500块就做得到的吧，是不是？等到临命中一起做来不及了，钱、啊、别人 拿去 那是不是要替你做还是一个问题，搞不好拿去赌博，是不是？底下呀，死往何处，死亡并非意味着全盘毁灭，乃是另一个生命的肇始，人亡故后啊，人亡故后随3种力量而去。第一个随业而去，随业而去，应该讲是随业力啊。在因来讲叫做业，在果来讲叫做业力啊。我们说造业，造业啊，不能讲造业力，是不是？在因来讲叫做业，造业，造业，在果来讲就形成业力，业力就是果，造业是因，业力是果。这真正的名词还是要理清，英文叫 karma first， 叫做结魔啊 ，karma karma first f o r c e first karma first 就是一种
造作的力量，啊，翻译成中文叫做业力或者是结魔，啊 ，karma force。那么这个业力随业力而去，随所造的善恶业中最重的去投胎。业就是一种造作，具有因果的连锁性。哦，讲经说法，佛法不能坏因果，坏了因果的连锁性就是外道断灭见，断灭见。哎，虽然不离第一地说法毕竟空，但是不可以坏因果的连锁性。哎，佛教讲空，那么什么都杀人放火什么都来，那没有这个道理。哎，所以因果的连锁性啊，就是佛教的正法。商有商业，公有公业，行善有善业，作恶有恶业。所以古德说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哎，但是真的几个人看得破这个金钱啊，这个家当很难啊，娇妻美妾啊，房子啊，车子很难看得破，很难看得破。你受用的时间就是这么几年而已啊，看得破拥有更多。为什么？能舍嘛。啊，春天有播种，秋天它就会有收成嘛，这一定的道理嘛。释迦牟尼佛说因果是绝对符合科学的啦，哎，一定是符合政治政见的。春天你有播种，你秋天才有收成嘛。今天我们有布施，将来就不会贫穷嘛。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很正确的理论嘛，一点都不迷信呢，对不对？你春天没有播种，你秋天怎么收成呢？那一定的道理嘛。要不然我们的人呢，为什么千差万别的看这些福报都不一样，大家的因呢，种的不一样嘛。底下54页，具有真知硕见的智者，应及时行善，及时用功，求往生极乐世界去。既然知道临命中将随业而去，当于一切造作都善用心。善用心的意思就是什么东西都往好的一方面去想。比如说你受到侮辱、伤害、委屈，那你就观想说我欠他的，我还，慢慢的还，还久了就会还完，还久了还完。啊，比如说，哎呀，那些伤害我们的、啊、勒索我们的，我们同情他，哎，他用这种形态存在这个世间，虽然是寄生种，可是他没有能力赚钱，他没有能力赚钱，那我们也很怜悯他，也很同情他，哎，同情他。所以什么事情碰到一个修行人，他就把他转的念头，不要去恨他，不要去恨他，啊，转念不会很困难，哦，你转念也不需要挑重担。对不对？哎，人家说，哎呀，那师傅你受到诽谤，哎呀，我说没关系啊。如果这个杂志的多卖一点呢，报章杂志也多卖一点呢，赚了一点钱呢，养活他家人，我也做了一桩功德。哎，他要写我们不简单了，表示我们分量很重，他才要写我们呢，对不对？哎，是不是？你分量不够，他要写你吗？对不对？哎。你全体的人去告诉记者，哎，记者写我，但是你写你干什么？也卖不出去，你卖不出去，分量不够，是不是？哎，所以什么事情到了一个修行人的心中，他就没有恨，他就把它消化掉，就把它转化升华成清净的智慧，清净的本性。所以当一切造作啊都善加用心，因为造作就会形成无人的业。二，随念而去啊，意就是随起心动念而去啊。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每天嗔恚愤怒，这个发怒的力量念头胜过其他，用这个嗔心将化作火啊，这个人临命中啊最后就会堕地狱啊，因为嗔怒的心是火啊，每天呢发脾气动怒，每天发脾气动怒，那你临命中就看到的火的果报，那么看到火的果报，那就是地狱。哎，你说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如果贪念重的人呢，执着子孙的财产，临命中啊，强者先迁，那么哪种念头最强，就会顺着哪个念头去投胎。当知修行就是在修正自己的念头，这句话很重要。修行就是在修正自己的念头，不只是说在外表上拜佛念佛。如果烦恼一直在不会转，
啊，不会升华，不会转化，不会透视贯穿，放得下，那么这个人卡死在这个执着的角度，假象缘起的角度，这个人不叫做修行。所以修行就是在修正自己的正念，很重要的这一句就是根本。如果不了解这个修行，在修正自己的正念，虽然拜佛礼忏做早晚课，可是却没有在修正念头上下功夫。刚刚师父也讲了，转这个恨念同情他们转这个自私的念头变成一种博爱或者是慈悲宽恕，念头始终在原地打转，也不能够宽恕他人以下这很重要，一点芝麻小事就被捆得死死的，这个就是一般众生。一般众生一点点芝麻小事就被捆得死死的，所以终日念佛难闲来，就道人长短不是你长就是我短就是这样子道人长短，徒众行事，就是不在内在里面下功夫，一天到晚的造口业，没有掌握修行的要旨，这个很可悲的虚度光阴表面上看也是佛弟子，可是没有在究竟的内在里面彻底的改变自己，没有。如是修行者就是无真，为什么？无真就是极乐世界的保证极乐世界就是无真。你想要进入极乐世界吗？很简单，你要先做到无真，以是无真。为什么？无真就是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心就清净。你一天到晚跟人家道人长短争是非人我，你真的又赢得什么？我是说你赢了人世间，输了因果这句话很重要的。你赢了别人是个输掉因果，为什么人家看到你就摇头。有的人是什么都要赢的什么都要贪小便宜，什么就是重伤人家也重伤人家。有一个电信局也是这样，他这个同事这个是很坏的坏的，人家不会讲。他这个电信局他在上班，好好的上班，他有时候又办一点事情，也不是很严重，可是他就是往上级一直报，往上级一直报，报的上级没有跟他开除也不行，他什么就是往上级报，什么都说他坏话，后来上级就调查可是他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弄到后来那个人呢，就是没饭吃这就高兴就电信局但是每天都喜欢上法庭上相告控告什么都是发恶念，就给你难堪什么都找你算账。你世间就是有这种人表面做得很好后面挖你一个洞很大的这个奸猾狡诈，然后面试背非表面就对你做得非常的好，背后说坏话挖你一个大洞外表以内心里面不符合的，你休想了生死，了生死不能做表面的东西所以无真就是往生的保证非但以众生无真，其内在也没有抗拒，所以内在没有抗拒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接受缘起的存在的现实，当下去超越它，既面对这个现实，因为无真所以超越它。什么是佛法？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这个叫做佛法无真是往生的保证，它是护照。底下是与起心动念应该特别的大家的警惕，加以警惕。第三，随着吸气而去随这个吸气而去，吸气很难断刚开始我们人造吸气日积月累所以我们人后来被吸气所控制，就物理学上来讲，这个叫做惯性作用。投胎的时候多半平生最重的习气相迎至同类的环境，如果持名念佛
积习日久，弥留之际啊，佛号自然脱口而出。所以我们要教，要教佛友，教善友，哎，最好夫妻两个都学佛。哎，你碰到我阿弥陀佛，我碰到你阿弥陀佛，那久而久之，夫妻啊都共修，哎，这个家庭就很和乐，两个人都念佛啊，那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这样子，哎，那么恶的环境我们不要去接触，哎，那么同正道碰到哎阿弥陀佛，那八十天中都是干净的，都是干净的。那么生命如果属于断灭，那么因果的观念就会荡然无存。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等乱象啊，是将层出不穷。为什么？反正呢，没有因果嘛。因果，生命死了，今生今世死了，下辈子就没有了。有了这种观念呢，后果就不堪设想。性而生命是有连续性的，啊，有因果性的。那么佛开示以后，我们呢？把因果永远存在心中，那么这样可以遏彼邪风，可以遏止啊，遏止这个啊坏的。我们既然做什么事情时时刻刻都想到因果，那当然我们会怕，对不对？我会怕了啊。是正因其为连续性，所以应该正视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死亡。所以生是死的开始，死是另外一个生命的起点，不是终点。这对于临终啊到投胎的注意事项，应列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功课。印光大师这么说：说平常不念佛的人啊，临终善有开示，大家助念也可以往生。那么常念佛的人，临终如果被无知的眷属啊以为砍一身啊换衣，哎，这擦擦身体啊换换衣服啊。啊，以及要问诸事以哭泣，问东问西的，哎，对不对？我们临命中啊，哪一个要死的，就一些亲戚通通到，来看最后一点，哪一个一这边哭那边哭，这边问那边问，有用吗？没有用，以亡者啊，临命中的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由此因缘呢，就破坏正念，遂难往生。这个就是碰到恶人，碰到恶人，哎。足证临终处理至为紧要，临终处理至为紧要。可叹，可以赞叹世间的众生呢，未安，安就是熟，你不熟这个啊，往往草率行之，或者是沿袭旧习，哎，沿袭旧习就是俯视痛哭，哎，抱着这尸体啊痛哭，或者是。啊，到上时候急救，啊，以至于大量的出血，大量的出血，或者死的时候脸啊，整个都是发黑，这个就是不会处理。很多人呢、啊，死的父亲、母亲或者阿公阿嬷才看到临终被拦，啊，他就说啊，哭了啊，为什么？处理通通错误，哼，哎，处理通通错误，等到看到这一本。来不及了、哎、不过你放心，来得及，还有金光明砂，还有金光明砂、拿去可以撒的哦，还有金光明砂啊。底下就是沿袭旧习啊，妄自思维。什么叫妄自思维？自己想自己对，哎，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俯视痛哭啊，进行急救，这个就世间人，哎，我认为这个是大孝啊。那刚好啊，害了这个亡者。如断气啊，比如说断气马上送进冰库，这跟进入寒冰地一样，因为神识还没有脱离啊，或者脱离以后他会有手湿，那么一下子就放进去这个冰库里面，那这个万劫不能超世的。或者是仓促的为亡者更衣等错误的处理方式，这个也是很严重，急着要换衣服。56页，中阴的历程。人在气绝命中以后，神识脱离色身，啊，假设在这个昏沉沉恍啊，这个恍惚之境，好，昏沉恍惚之境，大约啊3-4天，还不知道自己、啊、色身已经啊死亡了，等待眷属啊亲属哎为自己啊设供拜祭，哎，才发现哎亲友已经跟亲友成为隔世了，隔世了，哎。
此时业力，哎，形成这个烈风，啊，骤然吹起，骤然吹起，啊，那么中阴唯有任其摆布，任其摆布。那强大的光焰呢，伴随着雷电巨响，因为平常我们对这个地水火风就是一种执着，严重的妄想，那么在黎明中就会涌现种种的恐惧的东西，哎，那么令中阴呢心胆俱裂，无数的食人夜叉，这个也是无明幻化出来的啊，野兽紧追不舍，就像我们在做梦，做梦的时候我们不仅在做梦，我们也是跑，做梦的时候看到钱也是执着，哎，我们不晓得自己在做梦，哎，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哎呀，哭得很厉害，哭得很厉害，一醒过来，哎，竟然是做梦，哎，是在讲这个世间本来是一无所有了，哎，本来无一物了，何处惹尘埃啊？明心见性的是这样子的，这样本来无一物啊，啊，但是这个无一物因为经过长久的变成执着性了。这个执着性就化作一种强烈的惯性习气，那就心中涌现出来的就是有，就像我们世间有金钱有房子，有男朋友女朋友有父亲母亲，但是你把它用智慧去贯穿起来，所有的都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缘起法，兄弟姐妹对，有个影像，但是你把它弄一个皮肤起来，放大镜看一看，哦，原来也是细胞所构成的。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你把它彻底的透视它，无相可得。你的爸爸也是缘起假象，就是我色也是缘起假象。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食人夜叉、野兽紧追不舍？因为这些都是执着性。啊，那种贪婪性、仇视性，对这个假象的缘起执着紧追不舍，后来就变成心中的影像。这心中的影像不但白天执着，晚上做梦也执着。那么这个想象为尘，那想为垢，就掩盖了真如本性。这真如本性被掩盖了，所出来的都是无明的业力，无明的业力出来的都是痛苦的表征。没有一样是好的，啊！底下就凄厉哀嚎不绝于耳，又复狂风暴雨啊！为什么狂风暴雨？你平常啊就会痛哭流涕啊，不满这个不满那个，摔这个摔伤那个。我们平常就是杀人杀猪杀鸭啊，杀就内心充满着残忍。你黎明中你就会这样子，狂风暴雨，山崩海啸啊，中阴的惊惶失措。啊，在世的时候无恶不作，新的影像就恶的就一直出来，那么你四处逃窜又被逼迫到深不可测，象征自身的累劫贪嗔痴的白黑红三座的悬崖绝壁啊，这个情景啊，这是王子业力所感，业力所感，万法既然唯心所造，万法既然唯心所造，你慢慢的思维这个道理就知道。譬如说金钱，金钱只是一张纸印起来的新台币，对不对？可是我们因为从小金钱好用，可以买冰淇淋，哎，可以买衣服，用习惯了，我们变得把金钱化作一种牢不可破的世间，就是需要这种东西。本来是缘起的空性的东西，我们已经把它化作实在的境界，一直把幻象执着误以为真，已经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啊，所有众生都是这样，包括总统、皇帝、皇太后，包括科学家、哲学家、企业家，都执假为真，认假为真，不了解这是缘起性空的假象，以这些幻象来满足自己，那继续造业，啊，来轮回。那么这个情此情此景啊，这是王子的业力所感，生前行善的感得乐境啊，因为有造善，唯心所造啊，心是善的，哎，那么感的就是乐境，生前为恶的感的就是苦报，哎，苦报，所以生前所作所为啊，
所思所虑、影响自己，这个业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譬如说我们今天一出生，出生在台湾啊，生活享受不错，你要一生活在哪里，一出生在古巴，哇，这就惨了。那卡斯图在主导的古巴一个月赚多少钱你知道吗？公务人员呢、一个月台湾年收入平均是几万 那你晓不晓得在这个古巴一个月赚多少钱？14块美金，14块哦，14块美金一个月哦。这怎么知道？美国人到古巴去旅游，他拍成一个影片，他一介绍排冰淇淋，他说你排多久？他说我已经排一个多钟头了，还没排到，还排一半。就是你要买什么？他说买冰淇淋然后一个问你要做什么？买冰淇淋。那他就介绍古巴为了买一个冰淇淋排2个钟头。古巴哦，我们是到哪里都有冰淇淋可以吃，到哪里都通通有。这个大环境来讲，你一转世投胎成台湾，他一转世投胎古巴，一个月赚14块，14块哦，还是警察哦，有投入的人才赚14块美金，14块美金乘以32好了，多少钱呢？500多块台币，3×12=5，3×4400多块，400-500块而已，一个月哦，不是一天哦。我们在台湾一天2000多块，为什么？业力啊，一出生就完全不同。底下所现的景象象征着前世习性。暴风雨表示贪欲，烈风表示嗔恚，黑暗表示着无明，喧嚷表示冲突之情绪跟习性之结合。所以一天到晚找人麻烦的就是不好，修行人的这个最坏了。终究其实乃是无明所投射，其性本空。修习佛道就是只有一句话，放下再放下再放下，忍无可忍还要忍，要修行就是这样子。放下再放下又放下，忍无可忍还是要忍，这个就是修行终极目标的指导。中阴既非血肉之躯啊，乃是微薄的四大和合之身，本质也是空，空怎么能够坏空？是以勿须恐惧，当保持正念。中阴因为利益诸苦，举意觅这个色身妻子，这个时候五方佛界交替放射耀眼灿烂之蓝光，那这是我们参考密宗的讲法五方佛蓝光，清净的白光、黄光、红色的宝焰妙光蓝白黄红以及强烈的绿光红就蓝白黄红绿，记住这个都是佛界之光，强烈的光。但是这个强烈的光一下子对中阴身不适应但是因为业力中阴身反而怕了，光强就怕了，畏惧不前，六凡道之烈光也倏忽显现因为他躲开这个强光去寻这个烈光这个烈光就六凡道的烈光也是突然显现因缘了。那么天道是微白光，人道是浅黄光，阿修罗道是淡绿光，地狱道是黑烟，恶鬼道是淡红光，畜生道是浅蓝光，这个都是暗淡的光因其柔和暗淡了中阴业力那么这个应感合道彼道之光就越显而易见，看你跟哪一道有缘，因此就投身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其来世父母行营之光。那么在濒死体验当中见佛见仙的有之，见阎罗王怪者也不乏其人，逐渐个人死后所至之处
啊，绝对不是同一个世界。那、啊、库布勒罗斯认为，濒死患者所体验的非死后世界啊，这只是濒临死亡而已，乃是从生到死的移动过程。五十八页，就物理学来讲，就所谓存在，那么必须以客观普遍为原则。但是就心灵的世界来说，存在啊，必须要有两个条件啊。但凡是由主体啊所创造的，乃是一种啊存在的主观的主观的存在啊，就是所谓的现实，也就为主观之见解啊。所以我们的主观会化作一种力量，哎，创造一种业力。那么濒死体验的现实性，乃是体验者自行创造，是以其内容，也因人而异，这是理所当然。哎，那么在座诸位，你就说，那么既然是缘起性空，这色身是假的，可是要看得破是很难的。不要说什么，你就打个针就好了，打个针，挖一个针。或者是 你用一个开刀、啊、把你挖一块肉起来就好了，那你这个假的假的你就做不了的。所以修行它是叫做真功夫，修行叫做真功夫、啊、并不是说、哦、我、看破了、就是、这个是虚妄的东西，你就有办法去突破它，没有这么简单的。虽然我们这个是因缘法、啊、是缘起法，是不实在的，是指不能永恒的活下活在存在这个世间，而不是不能够坏这个因果，坏这个因果啊！你说这个色身是假的，你拿刀子来，把右手举出来，把你砍断，你看你能不能接回来？你的痛的是就是快昏倒了。对众人来讲，这个就是实在的世界。你不能讲假的，是因为对缘起圣人透视的究竟力道啊来说的。对众生来讲，这苦是实实在在的，苦是实实在在的，一点都假不了的。所以说苦集灭道是我们应当啊修学的啊。因此我们呢修学佛道不能讲大话的，凡夫就是凡夫了，一个肚子痛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一个跌倒啊，那个一个黑青啊就受不了了啊。所以我们虽然说在讲假讲假，我们知道这是就表示缘起的意思啊，不是否定啊现在的因果的现实社会，哎、那么这濒死体验的现实性啊，乃是体验者自行创造，是以其内容也因人而异，这是理所当然的啦。科学家认为，假设死后世界确实存在，那么这个世界恐怕不是非一个单一的世界，也不是单调的世界。啊，我们叫做多元，多元性，哎，多元性的，其实在经典也是讲，啊，三界九，或者讲九界，或者讲二十五界，哎，都有这样划分的，而是与现实世界相同，充满多样性的世界。单单一个动物就好了，对不对？蚂蚁不了解猫的世界。猫的世界也不一定了解猴子的世界，猴子的世界不一定了解人的世界，人的世界不一定了解啊这个天人的世界，天人世界没办法了解佛菩萨的境界。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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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本来就是多元的。就人来讲的话，一个愚痴的怎么会了解智慧的人他内心的世界是什么？就人来讲就好了，就是多元性的东西。说人只是外表相同而已，那内在那是千差万别。底下的啊，是以中阴身所立之境啊，实是自己啊业力所感的，即可由此得证。哎，中阴身所经历的，就是自己一生一世所造的业力，哎，业感。那业感业力从哪里？从妄想来的啊。实是实为自己业力所感，业力从哪里来的？妄想颠倒执着来的，这个存在的原动力。所以凡夫啊，他生命的原动力是以业为作为体材素材去创造他的生命啊，创造他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众生的本质是什么？众生的本质就是业，业就是无明，用无明用业做什么？创造他的生命。
我们生命的体材是什么？是业啊。那么诸佛菩萨呢，的体材是什么呢？它是圆满的清净觉性作为他们的体材，他们的素材，他们可以雕塑到一个圆满的理事圆融的境界。而我们的生命的体材是什么？是业力，是无明，是厌妄想，是颠倒，哎，所用的材料不一样。好，诸位看58页，58页的倒数第四行，中阴身之前21日，啊，简单讲就是37了。王子于生前的记忆仍极鲜明，还很清楚，所以为他做这个功德，最能够获益。那么往后的业力形成呢，就很难超度了。据云啊，有的人这么说，中阴身每7天都需要重立死亡时的心境，是安详而逝者，重现安详的心境。反过头来，众多中阴身聚集在男女交沟处，哎，简单讲哪里，男女行淫的地方，那么寻求有月缘的父母投胎，其中或有一个中阴身啊，满足他的愿，遂其所愿，那么愚者都绝望而死。然此死生乃是彼无明心中所现的生灭相啊，不是世俗的生死，就是没有转世成功叫做死，哎，没有转世成功叫做死啊，又死了一次啊。阴气就是急啊，因为啊这个中阴身啊急着要去投胎，哎，这台湾话有句话骂人，你是光没倒胎哟，还是文雅的爹嘛？这是指中阴身啊，你是光没去啊，倒胎哟，真讲文雅。有时候我这无缘无故不晓得人谁创造出来的这名字，有时候这真的很有意思。哎，你的光啥？光没倒胎哟？啊，你啊，青菜没够对对。哎，这中阴身就是这样子，哎，急着要去转世。中阴身呢，必则看是安全之处奔赴，但是因为迷惑啊，则是善身处为恶身处，这个就是业力跟福报，业力跟福报，哎，真的就是这样子，哎，这人也是一样，哎，好吃的我们说不好吃，不好吃的说我们是好吃，你说啊，人你看看，哎呀，吃的东西。哎呀，拉大便，哇呀，臭死了！哎呀，这个狗啊，对不对？哦，这个狗啊，又是真的饿昏了，只是说要看了拉了那一堆大便呢、啊，哇，那高兴死了！哦，这样子快速的吸呼吸呀、啊，哦，这很高兴的样子啊，哦，你冒死呀、啊，对不对？这狗啊，吃大便应该吃的那个样子，哎，就夜感不一样，我们是吃的。哎，对不对？拉他是吃我们拉的，你看我们说很肮脏的东西他就说很香，这人也是一样的，人也是一样的业力啊。哎，我常用这样比喻啊，就是厕所里面的臭虫，哎，厕所里面的臭虫啊，把它抓一只起来啊，放在 SK2 里面呢、啊，马上死掉。哎，你可以再靠近一点那个 SK2 啊，马上死掉，放到巴黎香水也很快就死掉，为什么？无福消受，哎，这是世界最香的巴黎香水，放在厕所的臭虫一放进去，马上没叮当，对不对？他要放到哪里？放到厕所里面，哇，活动力特别的兴旺，所以这个啊，所谓的好坏善恶，还得看他的愿力。说那个大便臭死了，哎，有的还要靠那个维生呢、啊。真的呀，所以这个是善生处为恶生处，是这个恶生处为善生处，这个就是众生颠倒，这个叫颠倒众生，或者是我们迷人的歌声，亲人的呼唤，亲人的呼唤有，亲人的呼唤，哎，死的时候，就会叫你阿三，哎，那就叫你哦。哎，你喜欢听的这个声音你就跟着去了，哎，我们迷人的歌声啊，亲人的呼唤，终至被诱到三恶道去。所以如果说你坚定，我们坚定我们念佛啊，你听到什么你不要管它，
你就是听到佛号的声音，坚定你的意志，什么境界就是升天啊，这个惹掐啊，三太子啊，弄那个风火轮来，你都如如不动，我才不做那个，我要做莲花，你拿那个风火轮来给我干什么？对不对？三太子马上就消失，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坚定自己的意志啊，幻象就不存在。中阴身啊，底下是中阴身为夜风吹至父母交媾之处啊，因为宿世。的业缘，因此产生强烈的执着，非常强烈的执着，是叫你不来投胎，你都不可能，不可能的。只要你有贪婪的心啊，那种欲望的强烈的追求心，若喜爱父母，如果喜欢母亲呢，对父亲呢，欲取而代之，就爱他的妈妈，那么就转生成男众，那么反过来就转生为女众，那。那么这个是经典有这样记载或者问试管婴儿没有见到父母交媾为什么能够投胎呢？要记住精血合合就是精子跟卵一结合就是神识牵引去投胎的地方，神识牵引去的地方也就是牵引神识的地方，所以的试管婴儿还是一样那试管婴儿能不能用其他的东西代替？不可以，一定要用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这还是一样人的东西能不能用其他东西来代替试管婴儿？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啊，这个。投胎是没办法控制的谁愿意来给我们这样转世来这里辛苦谁都不要，说实在话我活到现在我都觉得很累，不晓得你们对这个世间的感觉怎么样，我感觉真的很累，英文叫 I'm very tired， 我很累。你说师父你这修行人都觉得很累，不是我是告诉给众生听的，这告诉给众生听的，告诉我活得很累，但是因为我们有任务又活得很安慰，是不是？我们有任务来的我们要继续去负起我们这个责任，弘法利生的责任，要不然纯粹如果活在这个世间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你想想看有什么意思吗？所以你能告诉我人世间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早上起来吃饭棒晒，中午上班，下午上班，晚上看电视睡觉生孩子，明天再起来上厕所大便小便吃早餐，一边走一边咬烧饼油条，上班机器开始动，动了以后那下午然后再等月底领薪水。再来又生一个了，就得再继续，明天再起来吃饭、穿衣、睡觉、放晒、生囝，明天又起来吃饭、睡觉、放晒，偶尔过一个节庆日，端午节、中秋节，吃饼干吃下还是放晒，还是都一样。你再把它想清楚，实在我都不意思，对的，实在活着实在不晓得在活什么东西。外省人讲的就是这样，你活在这个世间实在不晓得活什么东西外省人讲的没啥意思，真的就是很闷每天心情都很闷，也没佛法了有佛法了都不会了有佛法了知道我们有目标了，终极目标极乐世界，对不对我们有现前的智慧透视缘起性空的道理这个世间活得很有意思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就悟到了见山是山，见水又是水是不是生死自在那真是的若论佛法一切现成拿着一个扇子扇一扇扇一扇，都是吹智慧的清凉风是不是也不必斗勾心斗角。底下六道中阴的行进方向
中阴呢，因为其的善恶业力所致，可以感受行进方向是上升下降，或者是水平漂移的。啊，如果生这个天界，中阴身的头部朝上直飞，哎，朝上直飞，那就像我在做梦一样的，哎，常常梦到这样子，哎，脚踏莲花，往上飘的，啊，一直上去，一直上去，速度非常的快，常常啊，一直在睡梦当中就是一直飞，飞行自在，哎，飞行自在。那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业力啊轻，啊业轻，如生前的向往美国，哎，你去美国啊住住看。嗯，你不想去的，不想去的。哎，如生前向往美国啊，啊，中阴身会平行方式啊，横向飞越高山大海，瞬间的投身到美国，啊，那么投胎到畜生则如禽鸟向前直视，投胎到地狱啊，刚好跟天界相反，头朝下，就像潜水一样，投胎各道所见的景象也不一样。如果见到天宫天界的宫殿，天神持这个天衣啊，祭月来迎，就转身天界，你要记住，我这个千万不能去哦。哎，不要误认为说哦，极乐世界现前呢，啊，你搞错了，他们都没拿莲花来，你就跟他去，阿弥陀佛也没现前，虽然这个天界还啊很庄严有光明啊。对不对？有天衣啊，天夜来，这个千万不能跟他去，跟他去的话就投胎在天界，就是生灭法的东西了。啊，简单讲，一切的这个享受的工具来到这个地方，没有阿弥陀佛现前，西方三圣现前，你千万不要跟着他去。那记住师父的话呀。哎，有的人啊，稍微有一点点的快乐的地方，又臃肿哎喽，啊，一生一世念佛啊，念的忘记了，啊，忘记了。极乐世界，不要说极乐世界了，哎，要不然像我们到德国去南部就很漂亮了，哎，就哇这么漂亮，哎，他念佛念一生一世，哎，临命终的时候德国南部现前，哇，忘记了就总体啊，啊，一片的草原，绿地很漂亮了，那德国南部号称森林之国嘛，德国都是森林，保存的环保做得非常的好，哎。非常的好，所以啊，这个念佛的人看到好的投胎的环境，还得要冷静一下啊，要踩刹车，踩刹车。没看到莲花，没看到西方三圣，要踩刹车。若见啊鸿雁成群，西游湖上，即生东胜神州。若见雌雄牛马于湖边呐、啊、吃草啊，就生西牛贺州。啊，若见宫室辉煌。即生南瞻部洲，就是地球咯。要转世成地球的人啊，还不简单的哦。若见湖边有树木啊，畜生啊，即生北俱芦洲。如果投身人去尊贵之家，则见豪宅华夏，美妙园林。哎，这一般人看到这种类可以啊。啊，一般看到这个差不多这种类可以啊，种的植物翁种啊。种就是跑进去的意思啊。若脱身于下贱之家，则自身逐草重生。母亲他为啥哭了啊？很下贱了、哦，自身的逐草重生之处，耳闻种种啊纷乱威逼之声。若见了风貌树林以及相对旋转之火轮，就投身啊阿修罗，火气很大。阿修罗嗔心重，见火。若见山石泻窟、深洞或鸟巢，投身于畜生，这个是我最讨厌的地方。不管我从小到大啊，我从来不会好奇的哦，说哦，用一只手去把它啊抓这个鸟蛋，就像我们那个同学啊，有的那个是很坏的。他一看到那个小鸟，哎，那个鸟窝在树上，他就啪啪啪啪。就手就伸进去了，唰，被蛇咬到，哦，青竹丝哦，哎，咚咚喊哦，在那边叫啊，哎，在那边叫，啊，我对这个都没兴趣，尤其是探险，不管我走到哪里，
只要看到山窟石洞，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进去，我对那个没兴趣。哎，有的人就很探险啊，怎么样子、啊？跑进去了，跑进去之后就麻烦大了。所以啊，我一定不会投在这个地方，什么山石啊、蟹窟啊、深洞或者鸟巢，投身一畜生道啊，这个保证我对一点兴趣都没有，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没有兴趣。那只要去登山了、啊，看那个山洞，我都叫人家不要进去，都叫人家不要进去，因为我没有探险的精神。你去好了，你去好了，哎。若见寸草不生的荒漠，啊，地中浅洞，朽草枯根，那就很贫瘠了，就投生于恶鬼。因为啊，没有福报，在世的时候不肯施舍。若闻悲戚歌声，身不由主，被驱入啊，怎么样？昏暗啊，昏暗处，但见黑白乌鱼杂裂。中阴身感烈火焚烧，就投身热地狱。若解寒冰困难，就投身寒狱啊，叫寒冰地狱啊。前面已经啊，数集中阴身可以随心所欲穿墙走壁，念头所到无所不至，唯佛的金刚座以及母体的子宫无法穿透啊。但是，一到投胎转世的因缘，什么神通通通失掉。什么穿墙走壁，不管什么什么神通业力通通什么通通没有，剩下的就是你转世的地方。所以业力一来，这个就不自在了，就不自在，那不自在就会挣扎，就一直啊挣扎挣扎。所以有的人是想要去投胎，有的人是不想去，也没办法。哎，中医生当然是简单的一直线在描述，其实它有多重，就像人间一样，也有多重。中医生不只是这样叙述，是太多种，只是这个叙述一个概念而已。前者为佛所证悟之处，后者表再度轮回之入口。一旦投身中阴身啊阶段，即告结束。关于这个堕胎啊，高僧大德有堕胎的现象，其本具的福报。可以免受这个胎狱之苦，胎狱之苦啊？为什么？哎，常常听到高僧大德一走了，哎，没多久已经在哪里已经转世了。说在孕母怀胎啊八九个月的时候，神识进入胎内，赶走原先的神识。譬如说皇后啊怀孕啊，皇后生的就是太子喽。没有福报的神识啊，虽然投胎为太子啊，但是这个色身是暂时借用的。如果遇到一个有福报的人呢、啊，这个人就会夺走啊前者的神识，一降生是他太子，不是你的神识走了，也就是二者的神识做一个转换而已，神识可以取代的哦，哦神识是可以取代的，啊如此后来者就不必受这个胎狱之苦，啊母亲呢 啊一个肚子里面呢、啊、走来走去呀、啊。啊，吃冷的啊，热的啊，哎呀，又碰到那个摇柜的母亲呢、啊，冷的也吃，热的也吃，压的啊，孩子啊，就喘不过气来了。哎，这经典有写了啊，你母亲啊，吃热的啊，烫，那、啊、烫的还烫到孩子啊，捂像热地一样啊。母亲呢、啊，如果喜欢喝那个冰冷的水啊，咕噜咕噜咕噜热热，哇、哦，它是好像寒冰地一样的。胎，这母胎里面，他又不能说讲话，也不能抗议。对不对？也不能抗议。哎，有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哎，还画一个垂金腮呀、啊，垂金腮，看到什么一吃，哎呦，也没想到一个大肚子，看到什么一吃，而且这个也吃，哎，就是这样子啊，没办法了啊、哦，女人的大肚子说实在是不是很好看，说实在话的啊。真的，你注意看这种啊、哦，怪怪，尤其是、啊、洗澡的时候，你用镜子来照射，挺肚子前，那没办法了，哦，孕妇啊，啊、哦，身材不是很好看，但是没办法啊。古有潜力，高僧大德修持啊，自能知来世投胎何处的时候，便可以堕胎的方式转世。人在母胎里面。需承受种种的痛苦，因为高僧大德的福报大啊，不需要经过啊胎狱之苦。
只需要将彼神识取代就可以投胎，这高僧断气数日后就可以马上出世，这个叫做夺胎。简单来讲啊，母亲从怀胎到胎儿出世期间虽然是同一个色身，但是神识却有变化啊，未必是同一个神识，进进出出啊啊，有时候在一个月又换一个，有时候两个月换的，可是你不会有感觉的，哎，不会有感觉的。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祈求，你 有的真不可思议哦，去照说女的啊，他的爸爸信佛，为什么女的我要男的，男的是没办法，是光照下就是女的，我就是要男的，念我开始念经，念经念地藏经，生出来真的是男的，真的就是男的，太多的这种例子了，啊，求男得男。底下啊，自来祈求菩萨加倍啊，而感应者不生美举。那么已经怀孕者，不妨多持诵普门品、地藏经等等。那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呢？或者是说，虽然说六道轮回啊，即为亲眼目睹啊，从何得知呢？自己两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轮回不是假的。实例一，西元1962年出生在斯里兰卡的啊布莱玛女士啊，自幼就对水以及巴士啊怀有强烈的恐惧感。稍微长大了一点呢、啊，才表示啊自己啊是数年前居住在距离这个地方2公里的卡尔特拉啊洼村啊一个女子啊转世而来的。那该女子啊某日啊外出啊去购买面包，那个时候啊大雨如注喽，那么一个巴士啊驶过积水的路面，令他全身湿冷湿透了，不慎跌入农地当中溺毙了啊。这布莱玛对着该女子的家庭状况啊家人以及同学之事知啊啊之事啊知之甚详，只是转世啊存有记忆，后经调查果如其言，这个转世能够讲到前世的事情啊不止这一个，太多的例子了。实例二，西元1974年，印度啊纳瓜普尔的32岁的女性啊自己说自己是19世纪初的人，居住在这个班卡尔州啊乡下的一个女性所转世。那当事人平常啊都以啊纳瓜普尔所通行的马拉蒂语啊跟人家交谈，但是既未曾到班卡尔，竟可以班卡尔语描述他的前世，而且在当地的风俗民情知之啊甚人，人也是很熟的意思啦，乃至啊可以说出啊前世啊6位家人的啊姓名，经求证一切啊都是属实。以下64页，既然知道转世之说啊确实是可信，那么我们人啊于此世间之各道状况自当详加探讨。佛为世间有两种，一个叫有情世间，就是我们人类哦啊或者是动物哦啊，一个是气世间，前者是指动物环境，后者是指矿物植物环境。有情世间约而有六，也就是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名叫做六道。那开始啊谈六道。编号一，天道众生居六道之首，为什么？因为福德威德特尊神用自在，一般人就是拜天公啊、玉皇大帝啊，大家都很羡慕的了。身形啊、寿啊、寿啊、祥啊，皆胜人间。但是啊，也单着乐境，所以啊，投胎成天人的人呢、啊，不知道解脱，不重视解脱，也不想修行，因为没有苦啊，没有苦啊。
临命中不免五衰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十四讲本就讲了很多了啊，花为生臭啊，或者是厌作等等啊，五衰三灾，那么水火风三灾啊，以及啊部位诸苦。二人道众生有贫富，贫穷富贵啊，有智慧愚痴，有颜丑，颜就是美啊，长得很漂亮啊，很漂亮的。那丑啊，就是很败呀，很丑啊，是不是？那长得美的话，那本钱就够啊。所以这个人一出生美，那他就占便宜了，就占便宜了啊。眼丑之贬，难逃，但是啊，很难逃啊。这个生老病死等八苦交煎，生老病死，大家都要经历的，哪一个不经历的？啊，你可以看看妇女病，妇产科，你就不必去看，你就坐在旁边等就好。没多久就一个一个挨进来，妇女的病特别多，是不是啊？病了就一直病苦就好了，八苦交煎呢。再来啊，人道是编号二三，修罗道众生男丑女端，端就是端正啊，多嗔善嫉啊，那嗔恨心重，嫉妒心也重。虽然有这个天福，但是没有天德，与道相悖，以及好逸替世斗。那么他这个知节一治这个知节伤残还能够恢复，在这个阿修罗道，你砍手断掉，他可以手马上就恢复啊。这经典这样记载，你砍他的腿，他腿被你砍掉，马上又恢复。但是啊，从这个腰斩或断头就没办法了。所以呢，这个伤到其他的四肢还可以完好如初，但是断其首级就完了。